我是为了调查王坤城的案件来的，你是为了找谁来的？既然警方在这边办案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既然你人都来了，那就协助一下警方吧。我在找一个人，叫陈文浩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看来我们来的目的是一样，我们在等同一个人。你杀王坤城就是为了引陈文浩出来？王坤城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最近行为模式跟以前不太一样。从王坤城死后，你好像都在等别人出现在你面前。你想要见到陈文浩？柬埔寨毒枭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别走，是被我说中了才想逃跑啊？我没有什么可以跟孟警官说。难道陈文浩跟四年前的事情有关吗？唐毅，四年前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我开始接近真相了，对吧？孟警官自己的任务不执行，又想继续妨碍自由啊？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的话，那跟着你也是执行任务的一种方式啊。陈文浩也是刑天盟的人，还是他跟刑天盟有什么仇？所以你用尽各种方式都要逼他回来，叫你离开听不懂是不是啊？第四年，对你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，不要挑战我的脾气。唐毅，我今天跟你杠上。我都没有问出话了，不会让你离开。最后一次，滚出我的车！你，老板要你去见他。想都没想过会被自己的手铐给铐住，又不是第一次。哎，你讲话可以不要这么酸吗？还不是你刚把我枪拿走，现在这是你想要的吗？哎，你们不要。哎，你们为什么做坏事都要往山上去啊？叫你闭嘴！我也不是故意要讲啦，但是你们可不可以有点别的花样啊？因为这样真的不是很……现在！
们往那边。好，我们去那边。等一下，这里太空旷，很危险，走那边好了。前面那边看一下，快点，快，前面，有东西哦。前面是不是走过？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这里。那边有没有？没有。那边再找找，我们去那边。哎，我在阿飞家巷口啦，他人不在，电话又打不通。哦，好啦，保持联络，等到我找到他再通知你们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找我，起来，走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别让他们跑了。有没有？往这边，准备看看。什么时候算成这样的？开不了了。那你赶快报警。你就会报警吗？好，那你找你人也可以，反正找这人救我们啊。我没带手机啊。你冤死人了，出门不带手机。这边看看。哎，这边没有，我这边找。继续找，真会躲。都找遍了，都找不到。妈的！去那边看一看，那边。这个就好了。谁带的？对了，都是我错。你在干嘛？啊！啊！